欢迎来到魔法研究所，我是佳佳。开始之前，想要提醒大家，记得订阅我的视频和设置通知，这样如果我有新的影片和最新魔术消息，大家会马上收到通知，谢谢。今天跟大家研究的是 Swarm，中文名字叫变色纸牌，是 Abstract Effects 的作品。魔术效果方面，魔术师可以改变一张签了名纸牌的牌背颜色。这一个魔术包含一个道具、一些道具材料、一个教学影片。影片长46分钟35秒。有一些东西大家要注意。影片详细教导如何表演这一个魔术，还有分享一些表演心得，特别是一些表演时需要注意的东西。道具操作简单，不需要自己制作。提供的道具适合用于 Bicycle Rider Back 的图案纸牌。影片也有教导如何把道具改装，让你可以用在其他图案的纸牌上。观众真的可以在纸牌上签名。表演后，同一张纸牌可以送给观众。另外，道具可以让你变出一个小物件，比较扁的东西会比较好，例如硬币。设置跟重新设置只需要几秒钟。这一个魔术比较适合在镜头上表演。这样比较容易控制你的表演角度、声音和灯光。社交媒体会是最好的表演地方。这一个魔术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很快吸引到观众的注意力。在这里，我想要感谢 Abstract Effects 的支持，让我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魔术。如果大家对这一个魔术有兴趣的话，请到他们的网站购买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下次再见。